学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我们来折一款拖鞋。我用的正方形纸边长15厘米，首先两边对折，我们把它分割开，其中一半折一只拖鞋。首先把一个边往里折一点，再次往里折。我再把它放到背面，把这个往回折。再翻回来。上下两侧往里折。把这里撑开，向外撑开，形成这样。然后下面这一层也一样，也向外撑开一点。翻回来，把这里撑开。这个角的部分可以稍微折一点。然后这个部分往里折，可以从上面折，也可以从后面折。最后调整一下，这样一款小拖鞋就完成了。看完视频，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